2004年雅典奥运，香港乒乓球代表李靖同高礼泽赢得男子双打银牌。重温当年两人喺返港航班上嘅访问。坐咗十几个钟头飞机，高礼泽同李靖落机之前露出倦容，喺机上知道有足节活动，都有一啲紧张。不过返港之后第一件事竟然唔系休息。好高兴，好多谢佢哋即系对我哋嘅支持咯。咁我喺度即系喺度再次多谢佢哋对乒乓波嘅支持。我哋会只会做到更加好，即系唔会话俾压力自己，争取打好每一次嘅比赛，攞到好成绩。我翻到香港最想系练波，因为我自从比完赛之后，十日都未掂过波板。今次翻到香港感觉有咩？今次好特別，因為今次喺奧運可以攞到銀牌啦。而家心情我覺得比雅典嘅時仲要興奮，緊張就唔會，不過就係好開心，因為可以同香港人一起分享呢個榮譽啦，自己覺得好開心啊！我哋而家想都係想練下波啦，因為都成十日冇打過波啦，而家有啲即係有啲手癮。李靖同高礼泽呢一面银牌系香港回归之后首面奖牌，亦都系男子运动员历届最好嘅成绩。得奖之后有较大压力，希望能够继续专心练习，喺下届北京奥运再夺佳绩。